道那个科比要找你切磋一曲，我放到那曲去。不好意思，谢谢。会同意吗？我们还认为现在群聚是在感染人在台北市吗？不好意思。接受总师举前，高雄市长陈其迈被问到跟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医学切磋，表情严肃不发一语。原来双方为了 X-Men 的群聚感染，源头是否在台北已经延烧好几天，甚至逼得柯文哲四号下午公开下了战帖。陈其迈也是念医学系的哦，很希望听他出来，他出来讲给我们，讲解给我们听，我们也许同样是医学界，大家可以彼此切磋琢磨一下。原来七月底的 X-Men 群聚案导致高雄市二十几天的本土零确诊破功，市府经过调查，源头指向台北市，没想到引发台北市不满，柯文哲直接点名同样学医的陈其迈。啊，现在在防疫的期间，啊，最需要的是互助合作，啊，而不是华山论剑。虽然给了柯文哲软钉子，但自己的副市长日前为了凯旋露天坑一度说重话，要对员工杀头，同样引来哗然，他也急忙缓颊。林副市长爱之深责之切，但是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基层同仁也非常的辛苦，那也要求说我们所有的这个各局处应该要互相补位。疫情问题惹得其他县市不开心，如今汛期又到，陈其迈小心应对，就怕自家后院跟着起火。 TVBS 新闻徐基宏和新人居小组高雄报道。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。